好，现在累积的奖金才12,200，跟昨天超越，这样我们就稍微比较没有压力，没那么大，奖金没那么高，好吧？现在这是我们的卫冕者，看你会当种子的，看你就开始西风了。来，张云，对啦，都是累积的嘛。12，好，西风冠军的第一把的开始试驾牌，王家张云，紫红，加油，紫菱。 王小新，进来，来，叫王小新，进来，当然要朋友们要来啊。西风，哇，五条，那么好，南风，开始就五条，没有字，现在下来我就想，南风，必听是几张？内，必听，打两张，打两张内，好，八张内，要喊了吗？对。 差一点，来跟打，八马五，哎，发财，哎，6条，哎呦，都很好呢，挺好，七，八一局。 白皮你走。 打个白皮有什么好那个的？像旅游啊。能。五万。哇。三十八五。二条。吃不到。没了，中。白皮。 7万，哪个怎么都不吃啊？真的，9万，5元。哎呦，棒！还有大碟，碰哥，2条，3头，5万。 6,7条，嗯，5,6,7条，5,6,7,8条，4万，五万，打7万，要是14万吗？对啊，14万，那没办法，门清，门清一台，门清一台，啊，门清就没有平胡了，要不然可以平胡了，嗯。好，现在是我们西风冠军的第二把，来，紫红你庄家了，好。 七川，好，西风冠军的第二把的开始试驾牌，庄家王子红，徐乃湖，王小新，花杠来了，张云，加油，不是，我得了，两台了，各位，糊的才有，你就等着看啊，糊，怎么差？啊，要差这个啊，差着我就嘴软，难。 达到一半之后再给你差，砰砰砰砰砰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差了。不行不行，还要再一下。一半，到底听白给我差了，对不对啦？一半嘛，一半嘛，中间的时候。白皮，碰一个，9万。哦，好像可以跟你差喽。 好像可以差了，有压力，大饼，好现实。你想差什么？好像可以了，慢慢成型了。9条，一条，一条，诚实的，诚实的，你要不要给我差？你要不要给我差？不要啊！你不要了，一条。
我诚实的。你牌好烂。哎呦，这样怎么打？你都胡一把的，怕什么？对啊，要守住啊。轻松打的。这笔还没听，他一上听，相信。真的吗？相信。发财。哎，怎么这多这些？就你一脚。八饼，七条，白饼，来，啊，大饼，两万。是一张。这节目来这么三年，没有一副牌这么烂过。真的假的？七饼。九饼。捧起来。啊？一上听，真的，这下听。应该给他了。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四饼。捧一下。六饼。对，七饼。连线。八饼。九吧。好差。你没给我差。你没给我差，哎呀，头中谁抓了刚刚？没人抓，也没人抓，好想碰掉别人。哦，所以。哎呀。今天。哇。可惜。四七万。对啊，可惜。不错哈。看看，那糊不掉了。啊，这叫屁糊啊！屁糊。西部冠军战的第三把，来，十七。好，西部冠军战的第三把，看四家的牌。庄家徐乃莹、王嘉欣、小胡、张云。好牌，赤头。来，庄家出赛，一饼。大饼儿。西风，北风，阿南，跟阿南，东，南，西，东。碰一个，九万，小白面，大饼儿，九球，来一，九饼，碰一个。万，西风，八万，耶，知道了。一万，是，我得要吗？八筒，哦，好。切，放个发财给人家碰。有人吗？没有。好的。哇，北风。西风。八条。哎呦，奶哥开始有进度了。四饼。嘿。九饼的绝招。一万，吃，三万，没人碰啊！哦，春七，会，二幺，
十一。啊，有这个。啊、给你看好，我不干哦。谢谢哪一个？哇，人多好啊！知道。对，还听着啊，好不好？就是，我听你啊，我也可以干啊。哎、欸，我不胡就好了、啊。是。对啊。打着他干。发财。不一定啊。给他吃一个中等。打麻将是防一个什么？哎、欸，少一家就少一家。谢大德，快点。五条。谢谢哪一个？有没有天理啊？有一张，一万，没有要了哈。谢谢老板，不要。东风，五万，你看看。等一下胡啦。杠就差多少？九万。没事，什么都没差。好。来啦，好可以啦，谢谢你啦。一四一六四比，是吗？心就变成真的，你看成就他了，该杠，对啊，二比六比可以打了。我定牌了，我想要杠，哎，算了，不然，那平常我在外面打就不可能，一定杠的，一定杠的，一定杠的，嗯，而且要中洞，对啊，给他吃了，差多了，三花自摸，啊，两台的三台。好，西风冠军的最后一把，这个我一个没有杠呢，哎，造就了张云。现在子红呢，可能要打到败部了。你现在是4700，好啊，张云9100，待会再算，你要摸几把？来，我最好是我。哎呦，差点爆竹。好，西风冠军的最后一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王乔欣，来哟。张云，好，子红，子摸，子林。哎，出彩！子红要两台自摸哈，才能逆转胜啊！好，压赢你。东，砰砰，放回去。好，来，给了一台，白皮。北，一个人玩。谢谢你，拾起来。红中南，哎，不吃我抓不到，又来了，五万，九万，红，有很好，再摸一次，一比，没有，吃不到，九条。西风，九条碰你，哎，哦，刚才摸到了，对啊，现摸，真好，九筒，小白脸，来一个好的，可以，八万。发财，二筒，发财，再来一个好的，五万，吃一个，五筒。难，西风，来，挖一只，都来，有饼，八筒。八条是，八饼，
哎呀，等蛋姐啦！要不要这样？哦，这样。八条，八条，三桶。前面看错了对？二万。这是选择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懂吗？就是选择的问题，侯总。哎，你那些鬼动作，我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一万，好，三张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我自摸给你看。你什么时候自摸六个？二比。二条，二条，七，两，三，对，开始狂摸字呢啊！三万，老天保佑！干嘛啦？什么是你干嘛？什么我们干嘛？坚持几件是比较，人家就赌一把。八条，好，二万。怎么这些东西？来一条，杠一。白地，嗯，八成。花一张，花一张，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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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啊，你要没有五啊？啊，这大没胡。七条。花。二万。不行，要没机会了。不行，黄了。啊！金波啊！你说的错，不是不是，对，这没办法。哎呀，五秒。五秒，袋子可以转。不然我就停这边，到时候六条一六比零三，没想到你们三比给我出来，我也是佩服你们。嗯，好。又是自摸，哇塞！哇，我的自摸三花，两台三台，哇，不得了！这西风给他摸两把，奖金本来很低的，又冲高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西风，我们紫红淘汰。对，恭喜啊！张宇就是我们的种子了。来，没关系，好，你还可以打个败部复活战，还可以赢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败部复活战。挑战吧，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点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？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！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